里面按摩，300块，300块好像按不到，脚底按好像按不到，哎，破千万，我们按脚底，赶快手不要停哦，先生，你只用了10分钟哎，赶快手不要停，都行，一直想停。对，只有我们两个哎。那我觉得每次遇到你好像都没什么好事。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想这么糟？你上次那个飞吧，怎样？我明明就是获胜的，那我什么东西都没得到。你记很久哎，我当然要记啊哎，我那么辛苦打那么久，然后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。然后怎么样？所以我今天你说清楚是什么样的人，就是来记忆力很好的啊，记忆力很好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带你来一趟我的感恩回馈之旅。这个人很知恩图报哎，我去打工，因为你在失业中，我在失业中打工，我就在这个年末，我要把我这一年辛苦赚的钱出去玩花掉。你这一年赚的钱都要用在今天，对，就在今天犒赏我。他们问我想跟谁去，我说想跟你去。这个假的啦，你不确定？因为我上次把你的那个奖项吃走，是不是觉得很愧疚？有一点愧疚，所以现在补偿我。现在补偿。那你这一年到底赚了多少钱？应该有个，我也不太知道，应该有个20-30万吧，应该没那么多。一年呢？你先听我说，我听你说什么啦？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一趟要怎么去哦，因为就是你知道宜兰很容易塞车，没问题，我们不走高速公路，不走高速公路，我们今天要走平面，我们今天要骑车去。骑车去？等，骑什么车？是脚踏车、滑板车。我跟你说，骑一台很厉害的车，我借到一台很厉害的车。要不要是重机吧？我先带你去。你带我来。你现在太，你现在找一个有重机驾照的人来带你去骑重机。哎，对你讲到重点，因为我没有驾照。我没有驾照。你还没考到驾照，陈思雅。所以今天就是我需要一个。你几岁了？我需要一个会骑车的人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今天是一个工具人，不是，你是跟我一起感恩回馈。你没有驾照，所以需要一个会有驾照人来骑车带你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是一个感恩回馈之旅。来，而且你看这安全帽跟我们是绝配。你说我们两个吗？对，我们两个。你说工具人的部分吗？我居然不要这么悲观。KB 的工具人，我跟你说，穷游也有穷游的玩法 ，OK？ 穷游，你赚半年才赚了4000块，你在干嘛，偶像？我很抱歉。天啊，哎，你肚子饿了吗？我超饿。我跟你说，交给我，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很多宜兰的在地美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怎么变这么贴心？因为你要骑车载我去啊，我要先帮你查好。算你还有一点诚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说我从早上到现在已经至少6个小时没。你太辛苦了。对。6个小时好久。不多啊，早上起来。早上不干我的事吗？早上起来，我吃的早餐都是。你不吃早餐。到宜兰好好好。OK， 我发脾气哦。我一保证第一餐，等一下吃了你绝对会开心，是宜兰必吃的。你知道宜兰有个很有名的葱油饼，要排队。对，要排队的。我们等一下就去先吃那个，第一个就吃那个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快去。对，赶快去排队，不然对对，真的真的。我们赶快出发，赶快出发。要尿尿吗？要尿吗？要尿一下吗？没有，没有我就出发了。出发，不尿。出发，出发。黄油饼。哎，它炸得很脆，好吃到都溢出来了。它炸得真的很脆，好吃。你有帮我加蛋，怎么那么贴心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加蛋，因为它那个酥脆的皮啊，然后配上里面的蛋黄，蛋黄那爆出来的瞬间，嗯哦，哎，你小心烫哦。嗯，有没有你的蛋黄有爆？你有没有吃到它？还没，还没。我这一口都咬到饼皮，可是饼皮很脆，饼皮超 Q。它外面不是脆的，但是里面是非常 Q 的。真的，我还没吃到爆浆的蛋黄哎。你不错哎。而且我觉得它不太会有那个油油的感觉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不会。对，你不要吃太饱，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间店要吃。可是我现在很饿哎。那你赶快先吃。你今天有规划行程？对，我有规划行程。我跟你说，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吃鲜肉了。啊，对吧？尤其是小鲜肉，对小，所以我带你吃。有卖小鲜肉笼包，小有正好小正好小鲜肉笼包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太棒了！你跟我进来，好好好，对对对，我们先来吃它的原味看看，好。你不要浪费，你喷出来了，哎，精华都被你浪费掉了呢。啊
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哎，吓到了！等一下，你也喷太多蜘蛛了吧？讲它汁这么多，我刚刚就跟你说它是属于汁多的。哎，你喷好多，我吓死我了！它有多少汁在里面？没有，桌上全部都是。对啊，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因为我要咬半口，当时已经可以拍到它的剖面，结果没办法，就我一咬，整个像瀑布一样，整个流下来。可是我这个好像已经没有撕，因为我这个好像破洞哎。你试试看，这个有点破洞。我现在觉得它的肉很鲜甜，我现在才能够好好感受它的那个汁的感觉。它皮是很薄哎，皮非常薄，然后肉很鲜甜。嗯，重点是它的葱非常的香。哎，吃原味也不会，就不会觉得没味道哎。原味超级好吃，其实不一定要干酱，我觉得。而且我很爱吃，因为它的也有点偏甜。对。对不对？你有感受到偏甜吗？这是台南人的偏甜，台南人口味，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肉还是葱加在一起，就是会比较带起那个。我觉得它的汤很鲜甜的那种汤，感觉是就是在里面肉汁在里面就是熬很久，然后完全就是精华。哎，这个是那个花生粉圆，然后这个是桃椒豆花。那我想一样花生粉圆。哎，你怎么不选桃椒？我跟你说，桃椒好像是对人就是养颜美容很好的，会有胶原。哎，快溢出来你的，会有胶原蛋白的是吗？对，会有胶原蛋白。哎，他直接把碗也送你哦。没有，我们等下碗可以带回家吗？要还回去。哦，这个要还回去的。你看大家都是站在周围吃啊。特别哦，大家都站立的吃，所以它的内用意思就是站在它的店家附近，然后给你这个碗。因为它里面位置蛮少的啦，哦，所以大家都站着，人很多。对，今天礼拜六，今天没有说什么休息时间过来，没有，就他们就对，我尽力了解。没关系，我们站着吃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可是我觉得很棒，你也马上就在5分钟内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很燥哎，没有等太久，好，来吃，来吃。其实是手比较酸，因为骑车要这样，骑车要 hold 住龙头，然后我身边那个人又有点重，所以有时候重心会偏掉的时候就很酸。但是你后面那个人现在带你来泡温泉啊？对啊，好开心啊，可以啊。而且你知道我现在算一下，我们好像还有剩钱耶，还有剩，有剩吧？要剩多少？你看我们前面160，把它花光了吗？好像剩个几百块哦，300之类。还有这么多钱？对。还剩300，因为这里我本来抓600，现在只要那个500。还是这里没有按摩？我们300块，300块好像按不到，脚底按好像按不到哎。过钱方案，我们按脚底这样。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。那钱又回到我这，那你就因为你等下帮我按一下手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你等一下它很自动，手机下你还要骑回去啊？对，我等一下还要回台北，我再泡一泡，我可能会睡着哎。不会，你要骑到半路睡着。你可以泡很久的温泉吗？还行，但我的极限大概是10分钟。太快了吧，10分钟，你很快。温泉不能泡太久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10分钟是有点偏短。你看，50分钟400块，你讲话手不要停了，谢谢。你只用了10分钟哎，那剩下3分钟因为我一直流汗呢，我就觉得你可以先起来休息一下，然后对，10分钟我会起来大概5分钟，然后再下来10分钟这样子。讲话手不要停，都行。一直想停。